下一首。周深。SHE 波斯猫。恭喜。我还是 SHE 的粉丝呢，气死我了。猫眯着他的双眼，波斯猫踮着他的脚。我的妈呀，你们俩会跳？会跳。给我站出来。一转眼却又看不见。我们这个就固定时间3分钟放的歌，你们猜对的数量多的啊，比谁猜的多真。对，太难了吧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他们本来是一对双胞胎，没有，现在两位兄弟站上了擂台，用一曲波斯猫征服大家。天哪，比谁猜的多。如果你这把赢了，我就在微博上澄清，你跟吴彤，谣就是你造的，你早该给我澄清了。我造谣好不好？如果你要是输了，你就在微博上承认，假的你要承认，好不好？承认吗？那我偷题了。我一直都在偷题，你这真的说会打偷题。准备，对，举手回答啊！我有点紧张，开始，加油！他听前奏厉害，我。这不是来了吗？这已经出登场了啦！黄豆王菲，答对。嗨，你敢？我必须要听到词儿，我必须。咱们下次从词儿放。来下一首，你这。一股看来。戏曲你听过吗？哦，是戏曲吗？霸王。霸王别姬。也是不用这么考两位歌神吧？太恐怖了吧！两位歌神都安静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听。我知道。《霸王别姬》不是。杨迪。李宗盛、林忆莲的那个歌。对。什么歌？往事。不是往事，只能回味。继续放。我竟然知道。我想往有往事。杨迪。演《当爱已成往事》。坐啊，接着放，来，让明天好好继续。就是当爱已成往事，张国荣吗？对。翻唱，就是这是张国荣的声音啊。为什么不放李宗盛和林忆莲？他们俩也唱过，是不是？这首歌最先是谁唱的？对，就是他们俩。是李宗盛、林，你们老放后面唱的。那个《大浪崩坏》也是洛天依的歌，是不是？我都答出原唱来了。哎呀，我说他放的那个版本啊。来，下一首。再接着五四三，哇，跳高跳高，他只是杨迪，你早就广岛之恋谁的？莫文蔚，张洪亮，答对，是耶， yeah! 是不是？刚才我也是这个心情、哦，太可怕了。说喜欢离别，多来这种两人合唱对唱歌曲。你为什么对对唱歌曲那么熟？我的父母很爱在家里对唱。下一首，周深。Selina 王力宏，你是我心中的一首歌，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。不 ，Selina， 我对了，我对了。Selina 任嘉轩，错。王力宏 ，Selina 王力宏，不是我心中的一首歌。我在说 Selina 的中文名任嘉轩，我还没答完呢，你干嘛说我错啊？我求你了，这些歌我都知道。周深答对，3-1啊！他也是急于撇清你们俩的同事关系。我承认我偷题了，但是吴彤每次硬塞给我，我说我不要，他说我要在节目里呈现你那个错。好了，够了，没这事。下一首，气死我！杨迪，原来你只能赢我们。杨迪，浪花一朵朵，任贤齐、阿牛，错，还有一个人，那个黄品源，错。哇，这么多人！天哪，要命了！周深，只有阿牛吧？浪花一朵朵，错。
浪花一朵朵，任贤齐、阿牛、光良。对。耶！三月。杨迪很呐，杨迪太刁钻了，真的。不是，出一点，出一点，巨难的，巨难的，特别特别难，特别特别冷门的。你倒是看得很开心啊，出那么冷门的。来，下一首。哇，这是太难了吧？坐先。周深，不行不行，都知道都知道，比谁说的多，比谁说的多。我来，我说的多，你说的不多，我说的多。周深来，北京欢迎你，北京欢迎你，群星，答对。哎，哎，这太牛了，我知道这是北京欢迎你，但是人家用智慧有问题，人家说的群星。第一个是那个门打开，一个小姑娘。带来全新空气。要是韩红，啊不是韩红。张小，然后孙燕姿。什么是娜姐？娜姐，你没有一个开始唱。拥抱过孙燕姿。算了，不来这些了。4-2了，还有两道题啊，还有两道题，我还猜。不是，杨迪刚才那一道浪花一朵朵不相当于三道吗？那我群星可以算50多道哦。算了算了，群星。成龙大哥出现几次？成龙大哥在哪儿唱的 ？M 拍的 MV。好了，杨迪。长传。北京欢迎你，为你开天辟地。杨迪，输了要认，输认。下一首啊，来。看一下我，吴彤眼睛一直看着周深，就看他举没举手，是吧？周深，哎，不是杨迪，他先举的，啊，杨迪先举的是吧？啊，杨迪，你俩看到了吗，观众朋友们？这就是我的大学同为什么要避嫌？有什么好避嫌的？有什么好避的？我是造谣的，杨迪是有实力的。先了都别你答你答你答来换一个哈，你答换一首歌，我就要答这首歌，而且我毕业于四川电影电视学院，你毕业于浙江，算了不说，浙江传媒大学根本不是大学同学。对，后来成人教育的时候，函授，两个函授班，流星雨 F4 都有谁？言承旭、朱孝天，是不是？是流星雨。坐实了。我要击鼓鸣冤，放那儿了。特别针对你呀，我感觉。又针对我，说啥特别？我算我一分，流星雨 F4 啊，算你4-3。赛点了，赛点。收一下了啊。有可能这一对双胞胎兄弟打平。你们都看着点，梧桐的眼睛不作数的，你们所有人都看着点，来，看着。铁血丹心，周深，杨迪，谢谢，杨迪是周深，周深连举带蹦的，你看他现在就问答案呢，你快点举手，杨迪，你快举手，小杨哥作弊了啊，作弊了，铁血丹心罗文珍妮，作弊，我柯震赫的歌我还能不知道？打平，我磕着我江南七怪杨过。好，来最后一道题啊，4-4，谁答对了谁就赢了。我要吃酿菜。我吧，杨迪，想见你。错。下，周深。831的想见你。想见你。哎呦我。哎，太狠了。他名字有3个想见你。太厉害。哇。快走。
接下来我们不比划啊，下一组周深啊，你和双胞胎吧，杨迪，我说你猜 ，Twins 加油 ，Twins。想胜杀人，逃兵，我输杂技，我杀什么？想胜。小品魔术杂技啊，曲苑杂谈。这太难了。几个字？二三四。花花花，这么多？你看着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，十三个字，十三十三十三啊！洛天依，洛天依，大喇蹦吧版的北地普多比鲁翁，大喇蹦吧版的北地普多比鲁翁，哇，太牛了！看我，看我，几个？一二三四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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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侗族大哥，呀，对面对了，这么厉害呀？双胞胎嘛，心有灵犀，他俩。梧桐，梧桐，换汤不换药，梧桐，换汤不换药。肉蹄王，对，黑木，黑木，对，哎，啊，船上桶，船上桶，一二三四五六。蜥蜴，杨迪模仿蜥蜴，唐僧肉在哪里咱动物世界，鲶鱼精，鲶鱼，鲶鱼，鲶鱼精，西游记，鲶鱼精，蛤蟆精，鲶鱼，鲶鱼，鲶鱼精，鲶鲶。两个鲶，两个鲶鱼精啊！什么东西？嗯，老大，这个唐僧肉；老二，这个唐僧肉。过过过！嗯，鲶鱼精。蚊子，嗯，不能演啊，不能演，不能演了。夏天，夏天，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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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让我养？我要他死。你想死？要他活不了。什么？过。一二三。四五五个字 ，I want you, I want you, 韩光君 ，I want you, 韩光君啊，啪 ，I want you, 啊啊，情情深深雨蒙蒙，你的梦想是什么？I want you, I me me me, 呸呸呸，那英那英那英，贾玲那英，贾玲，庾澄庆。有长进，华少华少，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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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，China voice，China voice， 哎，这不行 ，China good voice， 好了，到点了，我真受不了 ，China good voice， 你跟我说英语，你跟我说英语 ，I want you， 我说了很久 ，I want you， 你为什么不说中文？我要你啊，人家都说了 I want you。在吃饭之前我们来玩一个游戏，这个游戏决定大家能不能吃到你手中的八道菜，我们这个游戏叫传鸿运，上道具，哇哦，那个我知道那个
我们会给到大家一些题目，然后每一对 CP 都要迅速答对这道题目，才可以把这个传给下一对。OK。两个人答一道题，在谁那儿爆炸了，谁就撤掉一道菜给春游少年吃。第一轮默契问答，我们提出问题，两个人依次回答，只要回答一致就可以传给下一个人。夏天还是冬天？夏天。球鞋还是高跟鞋？球鞋。苹果还是梨？苹果。呵呵还是哈哈？哈哈。你看都哈出来了。短裤还是短裙？短裤。大城市还是小县城？小县城。不行，颜值还是才华？颜值。我的天，颜值还是才华？颜值。黑长直还是大波浪？大波浪。黑长直还是大波浪？大波浪。黑长直还是大波浪？黑长直。我们第一期的飞行嘉宾是谁？沙溢。哎呦哎呦，杨迪和周深谁比较帅？周深。肚子疼还是头疼？头疼。说一下周深的歌曲。不知道。如果是不是 A 和 B 的选项，我们统一说不知道。杨迪和周深。说一下周深的歌曲。不知道。周深的歌曲。不知道。掐人中，掐人周深的歌曲。不知道。掐人中，掐人中。我知道。单眼皮还是双眼皮？单眼皮。快快快！60秒的哪一秒？5秒。作弊。再来。作弊。60秒的哪一秒？5秒。60秒的哪一秒？3秒。60秒的哪一秒？5秒。60秒的哪一秒？5秒。60秒的哪一秒？5秒。你看他俩都不在一起。炸了！3号桌开红运了。谢谢你啊，我好，请三号桌杨迪拿出一道菜给春游少年吃。把这个肯定不愿意要的，这个歌菌干周深不吃，我爱吃。而且这还有迪哥，迪哥好大方。一会儿这样好不好，我们把桌上所有的蘑菇都给他吃。好，把最好吃的生态蘑菇都给你们吃，让你们变成马里奥。第二轮的题目是这样的，请说出娱乐圈里的情侣的名字，两个人必须各回答一个名字，才可以传给下一个人。啊，那我。3、2、1，袁弘。啊，张歆艺。对。你说一个我知道的。蒋勤勤。你别看我，我们不能作弊。那是谁？张杰谢。张杰谢娜。那个。你说一个我知道的。那个谢娜。张杰。什么？什么？贾勤勤。弟，对不起。这个。张杰谢娜是我们俩准备的。谁比较当红？当红的。好，秦昊。伊能静。篮网。谢娜。啊？怎么又？姐。沙溢。吴可。汪小菲。nice。蔡少芬。张晋。那个舒服。那个巩汉林。他哎呀算我再换一个。那个说一个我知道的。潘长江。不行等一下。结婚了的，结婚了的。你给我来一个。你也没人了是不是？报了。还不报。报。袁咏仪。啊，那个人叫什么名字？啊，3个字。啊。我的锅开了。袁咏仪。大了。耶。张智霖。我记不清。巩汉林老师的太太金珠。想不出他的名字。为什么又是我们啊？周深。恭喜三号桌又开红运了。这些就是鼓励的话，像在讽刺人一样。手剪香菇我们就不想用了，而且一会儿你们会收到3份手剪香菇。别呀，万一都是咱们俩卡住呢。新的这个只有1分钟哦，就会炸。还是这个问题啊？还是这个问题。开始。赵丽颖。冯绍峰。赵丽颖。说完了。你公然抽啊。张子怡。冯峰。端锅子算的，端锅里挨的。范林。
我只知道董仲林。董翰林。董翰林是谁呀、啊？董翰林。董翰林，蜘蛛。董翰林，蜘蛛。安海儿。陈小春。那个。这个下次不能这样啊！宋迪生、任静、黄晓明、Angelababy， 你们俩太快了，你俩最近刚结婚，谁啊？我怎么知道？袁成杰和谁？和他老婆呀。他老婆，他老婆的名字是一个热播剧，最近热播剧，他的男一号刚来过。丁，他老婆的名字，女一号那个角色。什么路？不是赵露思，不是他老婆，赵露思演的那个角色是他老婆的名字，袁成杰，陈芊芊，谁呀、啊？有谁呀、啊？刘德华，刘德华跟谁呀、啊？跟谁呀、啊？啊？贾玲，不是吗？这个不能过啊、那谁呀、啊？张伦硕，钟丽缇。真是不认识人吗？刘诗诗，吴奇隆，哇塞，哇塞，不对，还有谁？哦，哇，你这个爆的太猛了吧！二号桌开鸿运了。讽刺，刘德华、贾玲怎么就不算了？我们就差见面和领证了。来，请拿出一道菜。这个手剪蘑菇。哇，菌菇。下一个香菇给完了，我们给的即将是豆苗。好，来我们这个题目。好，来啊，请回答影视剧里的情侣。啊，那可以，你先答。开始。Jack。罗斯，甄嬛，传，甄嬛，皇上，对了，哪个皇上随便就是谁呀、啊？杨过，小龙女儿，哎，哦，依萍，何书桓，倪萍，哦，何书桓，华妃，皇上，Mr. Smith。安陵容，皇上。情侣还有谁呀、啊？金锁，金锁没有，他是丫鬟。金锁，你自个儿来是吧？柳青，金锁是柳青。四谁？四阿哥。四阿哥是谁呀、啊？有几阿哥呀、啊？五阿哥。小燕子。对。说哪个？你俩能不能思考一会儿？啊，好。啊，赵宁。张无忌。好了，贾玲姐。来了，快点报了。至尊宝。紫霞仙子。皇上。沈眉庄。罗密欧。朱丽叶。皇上。等一下。皇上。怎么称呼都可以吗？要名字。皇后叫做。本宫是乌拉拉拉氏嫡嫂。那个香妃，皇上，对，皇上这么多呢，紫薇，这个尔康，哎，啊，王语嫣，段誉，段正淳，王语嫣他妈，谁？王语嫣他妈，王语嫣他爸，不行，王语嫣他妈不行吗？不行，得有名字的，皇上有名字，你欺负我吧。但是旁边那个至少有名有姓吧？有啊。谁呀、啊？段正淳和王语嫣他妈。王语嫣他妈有名字。什么名字？我不能提起呀、啊。不是，皇上没有名字。姐，咱先想咱的。银角。银角。他们银角算吗？布尔巴。大布尔芬。唐老鸭。Daisy。小叮当。小叮当。叮当猫。叮当猫是飞羊。我们没有姑了，于心桃给他们，哎呀。
鱼腥草，我们云贵川的人爱吃的，你们吃，给我吃完。哎，他们肯定吃不了这些东西。这是折耳根吗？对。哇，怎么面露难色呢？什么表情？因为我太期待吃折耳根了。我必须喝口畅清放松一下了，真不行了。还放松？必须要放松。好，来啊，我们因为是在火锅店，所以我们要接触有火的歌曲。哦，好。你的强项。也是你的强项。来接歌喽。开始。This girl is on fire. Alicia Keys. 冬天里的一把火。你就香啦，冬天里的一把火。要唱还是说歌名？唱出来，唱出来。你就是火，奇怪的造型。好好。有火就行，谐音也可以。我真的还想在火屋攀岩。可以吗？东汉末年，分散国战火连天不休。火火火火火，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。里面有。There's a fire starting in my heart。阿贝尔，过上了好日子，红红火火，红红火火。霍霍霍霍霍霍霍，这不是火，他俩在叫霍霍，霍霍火霍都可以，啊，同音也行吗？刚刚才说因为在火锅店用的火，对啊，那这样的话我们太多了，霍哈，霍哈，霍，霍火，火，天哪，静止的画面吗？那是，观众以为自己按了暂停键。火火火！哇塞，你俩在静止了，停了，静止了，行了，就直接爆了，完了吧，快点！火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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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刚是在哼这个吗？霍霍，你们俩不是很厉害吗？不是都从来不思考的吗？红彤彤的春天，红火火的火，红彤彤的春天，红火火的火。那你还有吗？没有了吗？我把我们唯一的解谜了。我拉你，我拉你，我拉你小辣椒，这怎么？我们把我们唯一的给别人了。火，火辣辣的火，火火火火都可以。火火火火火火，那边的火呀，那是什么火？很不熟悉。那的鲜花。Baby, you firework。水果姐。哇。我画你的。你和你画我。火火。哦，天哪。哎，你们是这么惨的，不太可能啊，这咋回事啊？不用。不用祝福，肥牛，肥牛，哎，别，肥牛我没有，鸭肠我有，鸭肠行，鸭肠吧，我这桌上只有三个菜了，不是，我们俩都有点舍不得了，好，准备，啥？怕老婆，四川人怕老婆，怕耳朵。豌豆射手，豌豆射手，太阳花，太阳花，太阳花，有太阳花，太阳花，有太阳花，太阳花，植物大战僵尸，对的，对的，对的，哇，我们俩是什么？我们是什么？双胞胎，承认了，承认了，我们俩，我们，弹簧狗。太厉害了！贾玲，贾玲，贾玲，像他，诬陷我，诬陷我，偶像，造谣，造谣，女神，造谣，美女，造谣我，造谣，冤枉，冤枉，冤枉，我没有，冤情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贾玲，深渊，击鼓鸣冤，报告法庭，法院，法官。我经常干嘛？我为什么这么聪明？
承认了，承认了。黑幕，对，黑幕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内幕，差不多。提醒、提示、答案、偷题。厉害，太厉害了。两个字，一二，热，好热，热，好热。空调，坐地，天气，太阳，太后，冷静，冷静，一秒，冬天，知道，夏天。坐第一排，坐地，喷火，喷火。好聪明，太厉害了。交通工具，交通工具，小学鸡，我们经常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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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内饰好，内饰好，噪音小。前面三个字，前面三个字，每次要坐之前都会来一个人，你们好，我是你们的旅游伴侣。火锅放进火锅里，放进火小红椒。驾驶员，小红椒，曲线型，漂亮，空间大。什么型号？型号 ？CX30 小红椒。哇，哇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开始喽。李玟，什么？什么？这是李玟，月光女神。错。李玟《月光爱人》答对啊！滴答滴，滴答滴，滴答滴，滴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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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滴答滴答，十大车祸场面没少看啊！作为一个歌手，最爱看车祸场面，能不能好好练练歌？我有，最近都退步了。来。熟啊，这真听过，好熟，又是哪个电视剧了？我一定听过。再来一个，三生三世十里桃花，杨幂。不是，我知道是什么歌，孙艺丹的。错，不是孙艺丹，他不叫孙是吧？不姓孙，但是什么艺丹？他名字叫什么艺丹？三寸日光，不对，三寸日光是梁静茹的，三寸天堂。对，谁的？三寸天堂，李一丹。王一丹，刘一丹，马一丹，洪一丹，张一丹，赵一丹，周一丹，丁一丹，武一丹，一丹，来一丹，来一丹，刘一丹，王一丹，马一丹，赵钱，赵一丹，陈一丹，周一丹，王一丹，李一丹，我一丹。这个饭我们不吃了，好吧？赵一丹，罗一丹，张一丹，连一丹，欧阳一丹，欧阳一丹，连一丹，连一丹，一比一，一比一。严一丹，我都到欧阳一丹了，百家姓都要说完了。严一丹老师，对不起，为我们上面有可能提到的各位一丹老师们，对不起。来啊，这首啊。哎呀，那个女歌手，我有机会了，我有机会了，哪个女歌手？就是我们这个剧里的歌，我都听过。错爱是吗？不叫，有个错，爱错，只爱要爱，偏爱偏爱。天籁歌手名，天籁杨幂，刘诗诗，你听你声音像他们男的，男的吗？女的，天，张什么金？张芸京，张芸京。我只看《仙剑一》。加油！啊，好熟啊！对对，爱的华尔兹郑爽，答对。Oh no！ 说实话，真的难。就是碾压式的赢了你。上一次你们俩是在抗衡，这次你就。请回答，周深的原名叫什么名字？哎呦，几个人答对？四个人答对。来，我们一个个亮啊！朗朗哥，你先亮。周星星，周星星答对一个，杨迪。周浅，周浅答错啊，好好听哦。程程，周星星两个答对了，贾玲姐三个答对了，周深。
周琦，我的妈呀，周琦，连周琦你们都。我俩真是够了哈、啊。好，你俩只要一个人一对一错就能。那我先来吧。你先来。这算星吗？这个人？当然，这就是星星。小朋友就，那先确定一下红路的。周星驰。那这个说一这个肯定算星吧？这就是星星。这就是星星。是吧？有人有时候剪画的时候，我以前名字都这么写。本人就是。哎，我们那种画画的时候，来画个月亮，对，画点星星。我以前写名字都这么写的，就是，真的，不公平。这个是你的，这个只要你的发现一个你的写过的证明，有，现场给你写。我找人，我去找人写不行，现在已经不叫这个名字，就差一个，本人应该写的。你为了跟我炒 CP， 周琦。哦，真的没有这个意思。周琦。六个人答对，谁是春游家族里的中华小曲库？这个难，这个真的难。没问题，绝对成功。周深先亮，显得我很厚脸皮。周深就是来，周深，莹姐，周深，我是杨迪，你是杨迪，也就是后面只有每个人都对。如果最后答案写的是杨迪，我想先看树一的，树一。周深认错了，对，但他改过来了。朗哥，周深，程程，杨迪加油！哇，你画的好好啊！我只需要是周深，我们就赢了，嘿嘿。哎，他俩都太自信了。不，六个人答对，我就可以答错呀，因为我不是那个本答案本人嘛。当然肯定是我呀。春游家族啥都不足，春游家族啥都不足，春游家族啥都不足。勇敢的两个二。